我们这一队英武的南王，人言诸葛亮善于用兵，尽管其阵近期杂乱，兵势松散，怎能胜我？待我给他个厉害看看！杀！嗨！看！杀！ 认得常山赵子龙否？ 可是孟获，今日被擒，心中可服？不服。好。丞相，把兵器坐骑还给他，送他出寨。丞相，这，休得多言，快去。 南兵取魁，今幸擒得，何故放之？我今此人如囊中取物，杀他不过是举手之劳。但要孟获心服，是边庭归顺王化，绝非易事。此次南征，只在于此。 不谢，不谢。
我是好百姓，不幸被孟获所逼，今日被俘，家中父母兄弟妻子必定倚门而望，忧虑万分。如今我放儿等回家，担家人牵挂之心。多谢丞相，多谢丞相，好，多谢丞相，快快回家去吧。 走吧，走吧，好，谢谢丞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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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。